除菌更洁净，健康护全家。欢迎您收看由雕牌除菌洗衣液独家冠名播出的《了不起的集结》。欢迎收看最后一期《了不起的集结》。节目播出至今，除了大家看到过的各种极限打工之外，其实挑战者们还体验了一些其他工作，比如沙溢就去体验了传统的爆米花制作工艺。用到的工具，在这边。来小的时候就感觉，你这炉子特别的神奇。对，这炉子有压力表、套袖、围裙。哎呀，看来，马扎，摊儿就支起来了。哎，它就支起来了。你这火是得到什么程度？你觉得能把玉米往里放啊？我得把机器烧热。啊，先把这炉子烧热了。对，不烧热前面跑气。你现在不会炸吧？不炸，我前面打。那我给你摇会儿得了。你摇一会儿吧。啊，我摇会儿，你那个，你弄会儿火，快。热了，来。热了，热了，来。你踹这，手扶着，踹踹，对，哎，好嘞。使劲。使劲，给它拿起来，颠起来，要掉出去了。这会儿没事，赶快拿起来机器。火过来，火有点大了。哎，有点大。对，师傅这盖儿都让我给踹掉了。等会儿啊，我们起锅了。哎呀，这哪是让我寻找童年的味道啊，这让我是寻找童年那时候没干的活儿在干。但是今儿这味道我也是寻找到了，熏了一天了。你像这种爆米花也是，你这闻一崩出来，闻到那个味道就一下想到小时候了。崩爆米花嘛，这个小的时候经常看到，然后也经常吃，但是就觉得这个特别神奇。然后现在有这个机会了，而且现在很难得，想在城市里再找到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完成了我儿时的一个愿望和梦想。爆炸了啊！小尼不仅上一期节目去制作了鲜奶油蛋糕，还单独领到了一次制作传统的硬奶油蛋糕的任务。我做过蛋糕，多少还是有一点基础的，心里还是比较不错哦，拿到我的强项了。这是蛋液。720克单液，你要放到这个。没想到你们做蛋糕还要求这么精准，不需要分次吗？啊，不用了。啊！好，好了，好了，好了，拿吧。下一步就是去烘烤。好，手不要碰那个，对，放在里面。为什么那么深？黄油，看的黄油，对。这开关由你来了。好，拿到3档，对，开机。哦，你也太猛了。好了，好了，这个油搅好了。哇，这意味着2斤肥肉长在你身上。赵师傅您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到这蛋糕的。做一个什么样的蛋糕？我想做一个漂亮的蛋糕。可以绘画吗？我现在画。就是说您在蛋糕上有什么想法？我想把我们六个兄弟给画进去，得有六个小人儿。好，六个，就是我们六个，大概是这个方向吧。那咱们现在开始，第一步， okay. 咱们先把这个蛋糕这面给去掉，这样行吗？好，然后第二步把这边儿给它看好。我觉得好像可以了。接下来是咱抹油，均匀的抹在表面。做坯子还好一些，最难的其实在你做上面的那层奶油。给我点时间，我再把它抹得均匀一点，一定能磨成小天的脸。还行吧。哎呀，您这是，您刚。打蜡还是抛光了？抛光了，我做难看点挺好，真的，不然一样的话，没人信是我做的。
岳云鹏经常脸绿，我觉得他特适合这个。这是小人啊，这圣诞老人。这样咱给他顶上眼睛鼻子就完了。嗯，往这一搁。岳云鹏身边是谁来着？沙溢。沙溢头发还是比较多的。这是我。这是小天，他就是我们中当中最高的一个，还差小萨和乐嘉。拿这个。对，光头。啊，光头，脑袋还开花。他老不开心，给他画个小哭脸。好，这是乐嘉，小萨，小萨怎么表现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我就用您这个吧，好不好？好，就您做的这个小圣诞老人，他总是给我们带去很多的快乐和惊喜。好，接下来我们圈边儿，圈边儿是啥意思？把这个边儿圈上。好，我们现在打圈。画 S。我好像越来越熟练了，咦，不错哦，不错，都挤出罗马柱来了，虽然有点歪七扭八的，哎呀，换颜色了，稍微有点密密麻麻，但是代表了我的这颗心，希望我们的兄弟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像花儿一样。去泰国当了一次老师不太过瘾，那是大学的老师，又是国外的一个老师，这次想回到自己的母校。对我来说挺有意义的，我想回来做一天老师。先介绍一下那个我们班的情况吧。行，这个是我们班的那个书上来的这个日记，学生的日记，你先批改一下吧。对，我现在的任务是先给他们批改作业。对，先批改一下作业，然后背一下课。我说你写的批语，你写的不是连笔吗？你尽量不要写这个连笔，因为小，对对，他们看不懂，因为小学生不能连，对你也要像他一样一笔一画的。同学们，老师呢，把这个日记批改完了，接下来要发日记了，要发日记的时候，老师想念一下你们的日记，好不好？念一下你们的日记好不好？都心虚了。好，刘佳傲，来，你上来，你可以自己读一读你的日记吗？好，不可以，不可以啊。刘佳傲，你写的日记非常好，老师非常喜欢，但是你写的日记呢，很多错别字。我姐姐和她的童鞋，她写的是小孩穿的鞋，童鞋。放眼望去，我看见了旋转的木马，这个写的非常好。还有蹦极，你是去县城了吧？然后还有5D 的电影，老师只看到过3D 电影，你很棒，你看到过5D 的电影，你写的很多，老师给你一个五角星。好，回去吧。这位同学的名字老师有点不认识了，谁能告诉我这个字念什么？我记得苏不是这样吗？对不对？苏飞月是谁？哎，你过来，你可以念一念自己的日记吗？为什么？你害羞啦？你害怕啦？那你告诉我，告诉老师这个字念什么？摸鞋。摸心儿。摸心是什么？啊，都这样，就这样哈。
模型。我和我的朋友硕硕、菲菲、彤彤、高月，我们一起在模型。那应该是瞎是吧？看不见的意思哈。以后不要写拼音了，好不好？有不懂的去找姐姐、哥哥，去找爸爸，去找妈妈，好不好？好，回去。嗯，你们喜不喜欢跟老师在一起上课？喜欢。真的？是的。你们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好不好？感触比较深的是，这十几年过去，我们村进步很大，教室很干净，教室很现代化。我感觉到每一个学生很开心，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为祖国争光，做一个有用的栋梁。八寸大屏，畅享四季。欢迎收看由全方位高品质轿车荣威360独家冠名播出的《了不起的挑战》。《了不起的挑战》服装由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独家赞助。本节目由中国太平洋保险提供保险赞助。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他，我上一集感恩特辑，阮经天和撒贝宁两位挑战者，他有帮助岳云鹏找到了多年前曾帮助过他的姐姐徐红。姐。姐姐来了，小胖你好，好久不见。眼睛到底闭上啊。同时阮经天和尼克买提帮助部队卫生员女兵刘秋萍实现了给远在家乡的母亲过生日的愿望。秋萍也在了，我们再唱一次生日快乐歌好不好？给妈妈。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而今天阮经天也将向大家讲述一个自己的校园故事。阮经天，我想起来了，阮经天那天晚上特别认真地说，哎呀，真想回到小时候。我最想念的是那是我国小的班长，哎，我记得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玩。那么今天我们就看看阮经天那天晚上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拍摄了一个情景剧，大家请看大屏幕。
把粉笔头扔来了。哎呀，太坏了。我就要欺负你，管不着。你，我是班长。那又怎样？你咬我，咬我！幼稚鬼！上我娘！这次考试的成绩，同学们都看了吧？看、啊。重点提出表扬的是取得第一名的。珍珍同学又考了100分，来，掌声鼓励。但是吊车尾的那一位阮经天，你怎么啥玩意儿呢？考了就18分，你好意思吗？你干啥呢？老师，这不能怪我，我受到影响发挥失常。哎呦呦呦，你还受到影响发挥失常？那就打电话叫你奶奶过来。一起吐完，你知道吗？喂 ，May I speak to Mrs. Ren 奶奶？您说慢点儿。我是阮经天的班主任，尼格买提呀、啊。哎呦，买提老师啊！是这样，我们想请你啊，到学校来。跟你好好反映一下阮经天同学最近在学校的表现。哦，好，那我马上就过来。你这个臭小子，哼，有种啊，18分你也考得出来？来人呐，家法伺候。哎，这个演员是这，他找个机会都要亮一下肌肉，我就发现这太无耻了。哎，我出去玩啊，站住。昨天我和你那个买题老师商量过了，要给你请一个补课的老师。小天，快要毕业考试了，你就好好学习吧，啊。好啊，奶奶。那补课老师是谁啊？他很快就到了，你自己看。奶奶，您在家吗？我家当然是我啊，好清纯啊！阮经天搞得像演情景青春偶像剧一样，这就是青春偶像剧。就他那部分都是青春偶像剧，到我们这就成喜剧了。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做作业啊？你以为我愿意啊？每天花2个小时来帮你补课，简直就是浪费生命。那你可以走啊，出门左转不送。老板，装酷。既然我已经答应你奶奶帮你补课了，就要说话算话，快点把作业本拿出来，我交你作业。那是你答应我奶奶，我可没答应你啊。算了，学不学是你自己的事，你要是不用心，谁也帮不了你。来，
听我好好说嘛。哎，你现在不能走啊！你现在走会被李小龙打死啊！关我什么事啊？自作自受。对，对。这时候应该窗户打开的，丢出来不是，满身乱乱的，喊说救命啊！阮经天，开门！这个阮经天，说好的补习，又想浑水摸鱼，我要把你找出来救回去。叔叔想看到就可以看到的喽。哎，叔叔，你长得好像白展堂啊！干啥玩意儿啊？你要干啥？好好演戏啊！要不点你。哎呦我的妈！啥玩意儿这是？哎呦！哎呦我！哎！什么玩意儿整眼睛里去了？哎呦我的妈！对不起嘛，说对不起也不行啊，我也不知道你会来找我，而且那怪叔叔也不是我找来的啊。你不要哭嘛，大不了我以后会和国乖夫妻公看好不好？哦，对不起，你哭什么？我看到你哭，我也想哭了。我请你吃红豆冰，好不好？我在我们这组里算年轻的，好不好？你特别像那个班里的阿甘，你知道吗？小天演完这个戏，把一辈子口水都流完了。但口水是真的，我小时候真这样。些什么红豆饼嘞？来，奶奶，我帮你。
刚刚买来了。谢谢奶奶。丫头，好香。来一个。哎呦，丫头，你知道这支笔的来历吗？明白。珍姐，小天爷爷走的时候，这是他唯一留下来的一支遗物。这么多年，我就没见小天给其他人碰过。看来啊，你真的在小天心里面，他真的是最好的朋友哦。那你不要闹了，我讨厌。呸！这小子还会害羞。暑假前夕，美术课上老师要求我们画一张全家福。班上所有男生，包括我，都在妈妈的位置上写了珍珍的名字。所有人都很期待，珍珍在爸爸的位置上写了谁。回顾那些美好的少年时光，曾是少年的我们，不知不觉都三十多岁了。生活中常常会想起你，你还记得我吗？曾经单纯无聊的时光。我两小无猜的好友，你在哪？这小孩跟小天在一起毫无违和感。主要是根据阮经天的回忆，我们加了一些艺术创作，比如说街上那个怪叔叔，那主要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对，你看到过有真的见的像感觉到奶奶重现的感觉？没有，爷爷都没那么壮。你在班上成绩又不怎么样，还胖还流口水，想不想看一下阮经天小时候的样子？我没拿，嘿嘿，来出照片。哇，你看，这是阮经天吗？小月，你还有机会，我告诉你，可以。哎，还真的像哎，我还有机会啊，真像小月啊。等我长到60，就是阮经天现在的样子。这个有点像，这就是当年那个老师，就这是那个班长吗？哦，这是你演的那个老师，郭晓老师，所以她是个女老师。哦，那个老师是女老师。我来宣布这个事儿，能不能通过这个节目再见到当年的他的那个小班长珍珍？所以我们把这个任务寻找的任务交给了沙溢和乐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俩在台湾的经历。平凡生活挑战，谁呀？我是名侦探沙溢。我是明星大侦探何江。凭什么你是明星啊？我不是，难道你是吗？各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吗？在台湾机场。我为什么要跑到台湾机场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要到哪儿找啊？在路上？当然去小学了。小学时的女班长吗？那台湾总共有多少所小学？1800吧。你觉得我们今天能够找到吗？有我名侦探乐嘉在，一定找得到。太夸张了，这怎么安排的？节目组安排一个神经病跟我搭档。真相只有一个。我相信真相只有一个。一个都没有，没有线索，就只有这一个线索，就只有这一个线索。不要紧，我们要找阮经天小时候的女班长。哎，你就这一个线索还要记下来吗？你知道名侦探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要记录下来进行案头分析。就拿着这个，现在先去找路人，问问认不认识这个人。路人你觉得能认识吗？估计小天在台湾的名气不一定有我在大陆那么。OK， 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第一步。你先上网查一下，我阮经天是台中人吗？我们现在这个是台中，很棒。我现在，哎，对，查点资料。他们是自己的经纪公司，台湾台中市。这不是立行国小，立行国小。哇，这不是天，这么简单的道理。走了，国小，立行国小，立行国小，直接打车去。太聪明了，我们俩。真相只有一个，立行国小。你别再重复这句话。这是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这是立行国小，台中。
丽行国小。这是你小时候的学校吗？有人吗？哦，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那个从大陆过来的，我们想找一下那个学校的教务处。好，请稍等一下啊。好，好，好，好。嗨 ，Hello。你好，老师好。你好，你好，老师贝夏。他是乐嘉，乐嘉，我是沙溢，我是著名的侦探乐嘉。别了，别了，你先。我现在就是他脑子有点重。老师一脸茫然。我们俩今天的任务啊，就是到学校来找阮经天，去他的了解他的一些情况，也想看一下他的小学时候的一些档案。啊，好。我们直接先，那我们先到我们教务处。对对对对对。我们也是，我觉得都用电影的。你把小孩吓着。你知道我是谁吗？对了，我是著名的侦探。实在不认识。你看我是谁？把那孩子给吓着不少。对呀，爸，对了，为什么只有一个？像不像？你看，你看我这表，你看看叔叔这表。怎么了？肉肉肉肉肉肉肉。看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招起叔叔。肉肉肉肉。你怎么认识我？我是谁？江湖三科嘛。什么？哎，不行，我的胡子嘛掉下来了，要死了，不能再笑了，再笑我王爷想我了，那胡子快掉下来了。天，你就这样，就这样，不行。快！我很生气。这个我很生我的化妆师的。哎呀呀，恶心！哎呀呀，恶心，恶心！来，快来看一下，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校友认识吗？阮经天。这是谁？阮经天。他是学校毕业的。他是你们的大师兄，你们不知道吗？哎。来吧，走吧，走吧，走走走，出发。这个我们教务处太顺利了，太顺利了。82或83年学年度的嘛，我就从82呀，再开始这边都手写了。姓阮的不多啦。行，找到了哈，找到了，在这里哈，真的有。那他是确实是我们82学年度六年六班的。老师啊，他从进我们学校开始起，这六年时间，一般情况下他们会换班吗？我们这边大概就是2年，编过一次班，一二年级同班，然后3、4年级会在另外编班，然后5、6年级。请我们是不是先看一下我们的之前的资料？那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端倪。这个是他们的毕业纪念册。83、65。对，那我们刚刚知道说他们是六年六班。哎呦，都有。我在这边呢。胡舒婉老师。来了。好。在哪里？这。我看看。你好，眼尖哦。我看看。哦。来。找着了。上班。我看看他有没有整容。哇，对呀，你要就是那个时候显得肥，现在显得瘦。我们的历史的资料在这边。张慧君，我已经找到了。好，这个是我这样看，他是转学过来的，就5年级转过来的。你转过几次学校？他原来的学校转过一次啊。哎，在新兴国小。对。他学习成绩可以，咱没挂科嘛，我还特别想找他挂科，都是80多90多，还行啊。科，这里有一个啊，43分，还有一个43分呢。什么成绩？音乐。音乐。音乐43分，怎么能成为偶像？还唱歌。居然现在还出专辑。我要解释，你让我解释可不可以？看片儿，对。红红的精英，红红的城，红红的青春，红红的我。我估计那时候你要是34分，现在发片量更高一点。对。你看老师的评语啊，活泼好动，学不专心，注意力不集中，聪明活泼，凡事不能用心，这是典型的红色性格的特点。
这样，我们能不能联系一下胡老师？因为我胡老师，因为现在不知道这里面哪个是他们的班长，现在需要知道哪个是他们的班长。好 ，OK。现在我们要给胡老师打一个电话。真相只有一个，喂，班长就是张慧君。今天是你以前就是教过的学生嘛？对。想要来找寻，就是说阮经天好像小时候的班上的班长。啊，是女的吗？对，女班长。是女班长哎。老师名字叫什么名字？张慧君。季兆云。啥？是季兆云，不是张慧君。哎，老师为什么这么多年？老师你记得？你话少点说。老师您记得准吗？老师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您都能记得那个您那么多年同学的名字？哎呀，这季兆云比张慧君长得还漂亮。少点说。季兆云一直都跟他们有联络。漂亮 ，OK。那，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季兆，只有一个。季兆云，知道一下这个季兆，只有一个。季兆云，班长是季兆云。季兆云，班长是季兆云。季兆云同学现在在做什么？读医学系，目前在当鼻喉科的医生。我们想要去跟季兆云同学联系一下，向他了解一下关于阮经天小时候的好玩的事情。187，好，好，好，那明白了，谢谢老师。好，老师感谢，祝您长命百岁，万寿无疆。好，好，好 ，OK， 好，拜拜，好，拜拜。我现在对这个季兆云的这个成绩单我很感兴趣。他是我们学校。哦。就像小天现在是我们学校风云人物一样，那个时候其实是校友都知道，哎，对，季兆云，看一下，看一下，来，哇，季兆云的成绩不用看了，我向你报告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我甚至连找季兆云的兴趣都没有，因为我可以确定，一定不是季兆云。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在我们来之前。在情景剧里面，小天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他跟这个班长同班的时候，他的数学考试成绩只有18分，他的学习成绩很差。如果他刚才的学习成绩很好的话，那就证明一定不是现在这个班，一定是在他再小的时候。他现在的成绩已经不错了，算是优良了。他那个时候的成绩是很差的，才需要补课。喂，喂，你好，赵云吗？嘿，赵云，你好，你好。我是乐嘉，你喂喂喂，哎，没听清楚，我慢慢说。有一个你当年的这个同班同学叫阮经天，这个小天一直跟我们讲，就是当年你是这个班里的这个班长啦。哦，哎，我问一下你，你知道小天最喜欢吃什么吗？好像是甜食之类的东西。对呀，对呀。你去过他们家吗？老师都疯了。小时候应该没有特别到他们家拜访过，哎。他老去他家给他补课。对啊，可是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到他们家做过，哎。你给小天补过课吗？没有说到家里补课，应该没有，就是大部分活动范围应该都是在学校学校。OK， 好，那我明白了。有没有在一起吃过红豆饼？什么？我觉得小天已经回不去台湾了，我肯定回不了学校，你知道吗？所有人都被骚扰过，被两个怪叔叔。哎，你好，你跟小天你们在没在一起出去吃过什么红豆饼啊什么？是不是特别是去吃红豆饼这个东西，真的就比较没有想象。好，那行吧，好，那好，那谢谢啊。那你只能试试看他1到4年级的，就是必须到1到4年级那个小学去。到了，新兴学校。啊，阿贝，你认识吗？认识，这个认识。哇，卖那么久了，还在卖啊！你小时候他就在这卖，我小时候他就在卖。其实我最想找的是红豆饼阿伯。哎呦，我们你有钱吗？没有，我哪有钱？您，我没有钱。有没有钱啊？我没有钱。我请你吃，你那我们没有钱哎。那一个请你吃了。你请我吃。
你要给我掰点，你请我吃，你给我掰点，给我掰点。大伯，你这个店在这里开了多久了？大伯，30年了。30年啊！我那时候买的时候还是年轻人啊。真的是年轻人。对，有一个人在这里吃过红豆饼，这个人名字叫阮经天，听说过吗？那我不晓得，没有什么认识的，有的搬走了，什么认识？大伯，你是好人，谢谢。到了，到了。新兴国小啊，对啊，对啊，对对。新兴国小，这是我一到，你好，你好，1到4年级。我们想找那个学生教务处，教务处，我帮你联络一下。好，谢谢。你好，我们两个从到大陆过来，是，然后来帮忙。他们俩发型好像。一个学生的一个资料，就是OK 可以，好，可以吗？这样好吗？啊，对对对，好。喂，到了。哦，校史是。这两本，这是他们那一届的。哦，那一届的。小天姓什么？阮。啊，阮。阮。啊，阮。不过在这里面找不到他的照片哦。啊？为什么？因为他不在我们这边毕业，所以照片就不会出现在这里头。那你给那老师，你给我看的目的是什么？顶多能找到他的同学这样子，那看有没有其他从来同学找到。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班呢？因为这四个班都是当时的毕业班。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就是看排演情景剧的时候，好像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同学的名字的。珍珍。对，好像对对对，珍珍。珍姐，我告诉你哦。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姓珍还是他名字里面有一个珍。是真相只有一个的珍吗？哎，这不是有一个吗？对啊，魏汝珍。那你这还有个叫洪素珍呢。这里有一个叫黄瑜珍的，有可能哦。黄婉珍，黄婉珍，黄婉珍，杨珍妮。你们学校叫珍的人实在太多了，要看到吗？我看到了，太多了，都叫珍，总共有五珍。我们这样，我们先把这个甲乙丙丁四这个老师的电话，不用不用，咱一个一个问这几个真，咱一个一个的问，这几个真哪个当过班长、啊？你会判案吗？你不会判案，不要再。我不会判案，真相只有一个，我不会判案。如果真的要找到线索的话，我觉得这四位老师，因为他也没有带过阮经天，那应该是要回头问他3、4年级的几任老师。对，还是有点道理的。喂。哎，那个陈老师哈，哎，我是陆主任，那个阮经天还记得吗？哎，阮经天记得。对对对对，那你现在有空吗？好。好 ，OK， 好，那等会见喽。好 ，OK， 谢谢，拜拜。他现在就住这退休了吗？没有退休。他退休12年。啊，他已经退休了。对对对。哦。好，那我们到楼下等老师。柯南，那柯南比我有名。好，好了，我这成啥了？刚开始还签我自己的名字，最后全是要柯南的签名。刚开始我签，完人说要柯南的，要我的，签上了。哎呀，我太感动了。柯南，嗯，好啊，很好啊，性格多好。哎，老师，哎，老师，是。啊不，因为我看你的样子，应该是那个小天的老师，应该就是你。哎，老师好，老师好。这就是刚才照片上那个老师吗？在他几年级？对。哇，这老师还气色很好。有没有谁是你曾经教过的班长？身体很健康。黄瑜珍、杨珍怡、黄婉珍、洪素珍、魏汝珍有班。怎么那么多珍呢？对，我不知道，珍字派吗？连我老师也是珍。对呀，所以我说你真是，哎呀，毕业照。对了，当时这本。魏汝珍当过班长吗，老师？魏汝珍，没印象。好像没印象哦。OK， 然后第二个黄婉珍。黄婉珍没有，看你的表情是没有。没有，不是我班的啊。不是杨珍怡，也不是你班的。杨珍这个对，这个不是。杨珍这个对，这个不是。这不是，那就是刚才的黄，刚才那个叫。还有。黄瑜珍。啊，黄瑜珍，黄瑜珍。哎呦，我们这个小姑娘漂亮。对。对，洪瑜珍当时有，他有当过班长。那这样，那个您能联系到黄瑜珍？拍手拍得太早了，好吧，再往下面看你们会吐血的。我们
们的那个真可爱的真是不是在这里？黄玉珍，哦，那眼睛好亮哦。有家里面的地址。因为现在都。小东家里的地址已经早已经都没搞错搬走了。哇，他真的是优和甲，连一个梁都没有。看看人家的学生，天真善良，乐于对象奶奶是个好孩子。哎，等一下，等一下，家里人那些，这个奶奶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应该是吉燕老师去访问黄玉珍的奶奶。黄玉珍奶奶，你忘记了吗？我们那个情景剧里面，我演那个奶奶，有可能这个奶奶就是我。没有了，你演的是阮经天的奶奶，现在看的是黄玉珍的奶奶，怎么可能？阮经天奶奶，我这气死我了，真是我不想看这把手到栽了。没事，老师我太热了，我跳楼的心都有了，现在跟他一起。这是老师，您家里没有饭吃吗？没吃不饭，有点饿，可以到你们家里面讨口饭。到我们家坐这喝个水，我来找找看有没有。好啊，可以啊。好啊，好啊，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好，你下回到大陆来，我请你吃绿豆糕。还有，请你吃绿豆糕。你是要把这个头套给我吗？给陆老师钉10块钱是吧？我实在是太热了。有个好老师是很幸福的事情，他是我这辈子对我最好的老师。对啊，这老师很好，超级好，超级喜欢，超级好。哟，你这么快就搬到了？这是黄玉珍画的，那蒙眼的那就是小天呗。对，他就这样捉迷藏在玩呢。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他跟黄玉珍还不错啊。对啊，就找那个同学，来找找看。啊，好好好。老师好可爱，老师一看性格就好萌啊，这个老师总是笑笑。Hello， 大威，我这边有一个困扰，就是他们一直想要有那个黄宇珍的电话联络啊什么。那你有空可以过来老师这家吗？现在几点？谢谢谢谢。陈老师，陈老师，谢谢你稍等，睡着。那个菜是他们老师家自己菜地里种的菜，超市，嗯，看着都饿了。可以，请用，不用客气。梁老师太好吃了，谢谢。喂，拍。Hello。你好。我的宝贝。欢迎你。你就是跟小天那时候的同学那班长吗？其实该不走了。哦，对啊，对啊。哎，也挺饿。哇，你很帅，挺帅的，很帅很帅，那个人真的对你造成很大的威胁。但大威小时候也很胖。哦。你知道不知道，小天所有这么多年的小学女同学里面，印象最深的就是黄玉珍。我应该知道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很多人喜欢他，我说你也喜欢，我喜欢。那，但你一定有办法知道怎么能联系到他。知道他好像在台北工作。哦，台北好大啊！我现在腿都快断了，李老师。我知道他公司。真的啊？台北公司的名字，快！叫鼎鑫。鼎鑫？嗯。真相只有一个，鼎鑫电脑公司。找到他的工作单位了。工作单位。那个工作单位在台北，我们现在在台中，所以我们是从台中又开了2.5个小时车开到台北。终于，为了寻找这位黄玉珍，我们万水千山跋山涉水，终于来到了。你好，我们来找一个公司的流通部黄玉珍。好。我万一能咱坐这儿吧，坐这儿。叮咚，来了，来，快，来，来。黄玉珍过来。哎呀，你好。来，小天看。小天看，一名演员，啊，然后呢，我跟小天儿是朋友，阮经天，啊，我跟他很久不见了，你知道吗？哎，我就想问你两个问题哈，我好确认他想见的是不是你啊？你去过他家做功课吗？
小时候啊。哦哦，你们俩一小的时候一起吃过红豆饼吗？就小时候。我见到他第一眼就知道是他。真相只有一个，阮经天当年小学时候念念不忘的女班长黄医生，终于横空出世。小倩，来。流汗，他出汗，哎，他手心出汗。小天，来，是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这个黄玉珍啊，愿不愿意出现在镜头前？这是我比较困惑。你们认为会来吗？黄玉珍是否愿意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前，跟阮经天在今天见面呢？爆紧张，对。我天，你没事吧你啊？你喊他的名字，把汗擦干了，把口水擦一下。所以小天。小天对珍珍还是有期待的，兄弟们为你加油！你叫啊，我们不叫了。请大声喊出你班长的名字。黄玉珍，黄玉珍，好大声！啊，大点声！黄玉珍，还不够大。你要撕心裂肺的喊出来，黄玉珍，黄玉珍，我们五个回避一下，来来来，我找着他好不好啊？我找他的时候就回去回去，让他们两个单独聊一会儿。特地跑来，他们还吃老师的水饺，真的，哎，那蛮不错的。对啊，你们两个聊，没，你们当我们是空气，就当我们不存在啊，当我们是空气。然后刚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们小时候的朋友都觉得很骄傲，就是你表现得真的很好。对啊，就是觉得很骄傲，真的。哎，这样是不是感觉有点生疏？你现在啊，不要把他当成那个明星阮经天。其实我心里都没有觉得他是大明星过，就是当年那个小天的感觉。有啊，他小时候就是口水会挂在嘴唇旁边，很可爱啊，很可爱。纸巾给我。这没有哭点吧？有，你要擦汗。是还好了。好，那我。小天的表情，好多好多问题。站中间，对，你站着。真的有好多问题啊。成家了吗？哦，还没。还没有。好，我喜欢这个答案。小时候真的很喜欢你，但是我觉得那个喜欢，到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比爱情更来的珍贵，说得好。说完了，虽然很久没有见面，就会觉得哇，我们大家都哇变明星了，就感觉其实心里很骄傲，就会觉得就是啊，这么亲近的人表现得这么好，对，真的。今天来还这么客气，还带了一份厚礼来。对对对，我以为这是你的手包呢。哦，这倒不是，这是从台湾来的。哇。红豆饼，是不是？真的吗？红豆饼，大家掰开，掰开，大家尝一尝。我们共同分享一下阮经天的甜蜜。给他，你吃一半，你吃一半。有另外一个人，在我跟沙溢两个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重要的线索。大威，大威。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重要人物也请到了我们现场来，请出这位。三二一。请登场！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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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师好久不见，不好意思让你累。老师好久不见，宝贝，可爱的宝贝长大了，可爱的宝贝长大了，哎呀，脑子怎么来？老师给阮经天带了东西啊？对，最好的礼物，你看看哦。哦，哇，这是我奶奶，有跟乐嘉像吗？比乐嘉好看一万倍。一万倍。老师，你有什么要跟小天说？心情怎么样？很高兴，引以为荣。好好照顾身体。我会，我会。谢谢老师来。祝老师身体健康。祝老师身体健康。在我最美好的年少时光里，我很庆幸曾经遇见他们。那里有我最和蔼可亲的老师，有我情同手足的同学，还有放学时一定会去的红豆饼摊，都曾陪我度过最纯真的岁月。时过境迁，大家都有了自己全新的生活。喂，是蔡经理。哎，我是雨珍。我们都有当过班。老师在2007年的时候带学姐还有学长，他们到大陆去交流，做艺术文化的交流。可无论我们相距多远，也无论相隔多少年，是他不断提醒我，不忘初心，知足，感恩。若有一天再见面，我想说声谢谢，谢谢有你，谢谢陪伴，谢谢成长，谢谢曾经最美。最好的时光。人呢？只有我自己吗？不是六位 MC 的吗？萨哥呢？是在找小萨吗？小萨长个了？他有这么高吗？你好。你好。沈南。你好，岳云鹏。你好，特别喜欢你。我特别喜欢看你的那个节目。真的好了好了，别别别！你怎么在这儿？小撒不在了，不在了。对，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我们。真的，别瞎说啊！不是离开我们节目去办点别的事儿，所以说，节目组考虑到诸多方面原因吧，决定派出我陪着你。是吗？对。我现在在坐着，你在站着，咱俩都一样高。我跟你讲，我坐着比你高，今天来腿比我高，来。哎呀。有没有感觉？嗯，我是坐着比站着高。咱今天有任务吗？还是在等其他四位？除了三没有，就咱俩。待会我们干什么去？任务：寻找50年前亲生母亲的小亲如啊，寻找50年前亲如母亲的小学老师，为他送上亲手绣制的百寿图。好。这个棒，好，走，出发。你开路，您先来。你客气，个矮您先来。不是您胖，您先来。好，走。我们俩坐前面，坐后面。咱俩坐后面。行，我从那边上了啊。到了是吧？啊，快到了，快到了。哦，小月哥，我到了。你睡了吗？我睡了一会儿，被你呼噜震醒了。我打呼噜吗？打起精神来，咱们有求助者的啊！打起精神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就这，哎，就这个，一单元啊，要五二。咱们看啊，那边三单元、二单元、一单元，比如这边一，二是这儿的吧？从哪边数都应该是这儿的。对。走。哎呦，你好。哎呦，书记大姐好。哎呦，您是？我是小月。不，他是小月，我是小三。不是，你是
郭德纲，我们能进去吗？那太行了。我们需要换鞋吗？不要换了，不要换了。合适吗？合适，合适。完了，这会儿再擦吧。行。是谁在寻找50年前亲如母亲的小学老师？我呀。就是您啊。我们想多了解点情况，就是50年前，比如在哪儿啊？这老师叫什么名字呀？等等。那咱们这样吧，进屋呗，坐着聊，好吗？好。进屋。按照规矩，是不是应该倒点水啊什么的？没有没有，拿点水果就行了。对，水果都给你洗干净了。哎呦，我终于看着月月了，坐着聊哈。嗯，对，那我也坐着呗。你别客气，坐吧，没事没事，自己家。王国军，啊，我住那个位，小有个小毛道。这还有这个。不，我告诉你，问吧，你这塞一嘴。月月，哥。哥。姨都叫你哥了。我都管你叫哥了。是这样，他之所以一直想找老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说他们那时候饿，他家里吃不上饭的时候，老师会偷偷给他吃，诸如之类的这种小事很多，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对老师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就这种感情这么多年没变，就是因为他反复的在巩固这些记忆。老师他是一批一批学生在教，他这一届可能教了2个说特可爱的，下一届还有2个特可爱的，可能在他的印象里没有那么多的感受，但是这些对他而言，他播出去播撒出这些种子，将来在成长的过程中是非常会感恩于他们这些雨露和滋润的。这个老师与学生而言的差别还是有很大的，所以他一直都很感动。他特别喜欢我，对我特别特别好。我呢小时候长得也挺可爱的，也好看也不好看，就胖胖乎乎小姑娘。梁氏，他还像母亲，像一个很慈祥的老妈妈一样，所以说天天就是，愿意到学校看着这杨老师一眼，杨老师那个慈祥的样，始终就是萦绕在我这个脑海中。你们看这是什么？花生酱。好好，来，你给他们分着吃啊。杨老师特别喜欢我。白天到学校去拿他，真像妈妈似的。他还总是叫我小名，总叫我小甜甜。小甜甜，怎么了？饿。乖啊。当时是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情况，就跟老师分开了。老师对我这么好，始终在有这个梦想。长大了找找老师。咱们来捋一下情况，你是2009年随女儿移居到北京。对。这个学校在哪儿？原来呀，我住那个位置叫皇姑区北陵大街。北陵大街。北陵。哪个陵？陵就是耳刀旁那个陵。铃儿响叮当那个陵呗。不是那个陵。陵园的陵。陵园的陵。笨死了。笨死。你看人月月。哎呀。在北陵大街上，就是对，我就住在这个位置。但是50多年前呢，上学来回走那个地儿，现在已经都没了，都是那个高楼建筑都起来了。现在要是想去找呢，就知道那块有个公安厅，辽宁省公安厅。辽宁省公安厅。对，就离那儿不远。您是哪一年那个上小学？小学啊，那你往回推，我自己要算没算错，好像是58年上的小学。哦，那么一直到6年级，这个杨英奇老师就跟带着我。哦，他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哪个英？英就是那个英雄的英，奇好像就是一个王字旁，哥哥那个奇迹，奇怪的奇，奇迹那个奇，大概就那个奇。没事，还有一个奇字，还有骑马的骑。记忆中好像就是这个。你们家的名字叫骑马的骑啊，王字旁一个其他的骑也行啊。啊，对，那个骑也行，反正两个骑。你懂得真多。这不刚吃个苹果吗？哎，这个骑，这我还是属于没文化的，你看看你。我有文化，有文化。当时那主要叫什么名？学校？学校叫沈阳市黑龙江小学。妈，挺大个小学啊。后来呢，我听他们说又改了一段叫龙江小学。哎妈，还有历史的变迁。啊，后来龙江小学也没了。学校没了？好像现在是没了，这小学大概是也不准，我的消息也不准。姨啊，你们找我可找错人了。我们要是学校在吧，还好说点。你学校都没了。咱们就到那儿找找试试呗，就是这个。如果我们跟他提您，他会知道吗？他不一定能记那么准，因为跟他毕竟分开的，我尴尬呀。不可能啊！
有点心理准备。对不起，我把你忘了，这个很有可能。有可能。老师，那忘了我，老师教过的学生很多呀。对呀、啊，但是他忘了，我可以提示他呀。但是咱们也做好万全的准备。嗯。咱们肯定尽100%的力啊。那对。如果找不着的话，咱也别太那什么，对吧？嗯，找不着肯定能找到他家侄女。您疯狂的想找这个老师的意思就是想，这个有一份恩情在里面。嗯，对。对吧？对。想送给他一份礼物，还是想送给他一个拥抱，一个吻？想送给他一个礼物，就是我自己亲自绣的十字绣。为他送上亲手绣制的百寿图。哪儿呢？对吗？这就是十字绣是吗？啊，这就是百寿图。杨英奇老师，我们在找寻您，希望把这个百寿图送给您，希望您在沈阳等着我们。嘿，这小雪花让我带着雪花的心情找到我亲爱的老师。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沈阳啊，沈阳啊，我记不住词儿就不敢唱了。马路上灯火辉煌。别着急啊，这是啊。到了。对啊。到了，那别唱了。哎呀，到了。哎，阿姨，刚才看你唱歌挺激动的，真的特别激动哈，而且歌声唱得多么动人呢。是你的歌。这是哪里？这是我的故乡。这是哪？这就是我从小上学的地方，但是如今高楼林立了，没有我50多年前的影子了。那个学校在哪个方向？那现在我就辨别不出来了，因为你这现在都是楼啊。原来这个公安厅不是这样式的楼，是很土的一个楼。完了，我们就顺着这个毛道，我就记着从这方向走。你这么的意思，咱别那啥，就直接往那边走吧。我们相信你。凭您的感觉是咱那边是不是？嗯，凭我的感觉啊。嗯，那是公安厅的话，想半天。你一闭眼，甭管多少年，一闭眼就知道肯定是往哪边吧？对，要不就闭着眼睛走吧。导演能先吃个灌饼吗？我没吃饭咋？哪有灌饼啊？嘿，行啊，看着吃的了。饼加蛋加肠加肉。我给你买一个。快，不着急。我给你买一个。啊，乐天在这儿。咱们开着车去呢。就是呢。对，我也纳闷。不是你，咱们现在这么走，能不能是在这个方向啊？这块有没有沈阳人呢？打听打听。哎，打听打他们呢？你那个问擦墙的那个说。老师。那个，请问龙江小学在哪里呀？龙江小学，对，有那边吧？往前走是吗？对。大哥，大哥，大哥，先别擦，大哥，等会儿呢，大哥，大哥呀，那个龙江小学在哪条路？那不应该这条路吧？到前面去问问。哎呦，前面问问。那直走啊，还得右转呢？直走到前面交通岗问问。好嘞，忙着啊。咱现在是在皇姑区吗？皇姑区，这就是皇姑区。哦，叫白龙江小学。啊，有，对，龙江小学就是原来的黑龙江小学，改了。龙江街左转。不找弄这个，还打听你哥哥呢。不知道对不对。杨老师啊，杨老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哦，白龙江小学。哎呦喂！现在最好的结果就是那个老师在这儿还继续任教。对，好，这个地址是您当时的地址吗？不是，100%是换地方了，是吧？换地方了。不是。你好，我认识你啥意思？我们是想来这个学校，我们找一个人，一个50年前的老师。找谁呀？一个老师叫杨英奇，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杨英奇没有这个人啊。不是，比你岁数大好多呢。不是，你这么问，那个黑龙江小学，这个是黑龙江小学的位置？白龙江小学啊。不是，原来是不是有黑龙江小学？那这是白龙江小学，跟大牌子。我知道。对呀。我问你，就是这个小学的原来是不是叫黑龙江小学？没叫过，人叫铁二最早。
50多年前不叫黑龙江小学吗？人家叫铁二学校改的，铁二学校，铁龙二校。我50年代在这个对，你就叫铁二，我告诉你，不叫铁二，黑龙江小学。也不在这个位置，这都后搬来的，这才搬来几年，也不这个位置。你别着急，别上火啊！你叫学校，我给你查查啊。你70后啊，是80后啊？我，你这个年龄应该知道啊。黑龙江小学啊，那黑龙江小学也不是这个地方。这个老师傅呢？啊，黑龙小学干啥？黑龙江小学就通，现在是光明啊。现在是光明啊。有就上光明。你看是不是有这个学校老师傅？光明，光明，光明。是不是有黑龙江小学？我告诉你，不远了。叫什么了？光明。叫光明了。光叫现在叫光明小学。中学。光明光明中学。光明中学就在这边。我怎么走？你就顺着道出去，正好是那东门冲这边。等会儿2-3分钟就到，走，谢谢你啊，不用客气，谢谢啊。我说你了不起，咋不去了呢？这就是了不起，我认识你，这就是了不起挑战，是啊，到时候看电视会有您的啊。啊，好，我认识你，这给我问懵了，还刚才出那老师傅就他，不是人家态度没问题，是您太那个，咋我？你不知道黑龙江小学吗？人家不知道很正常。我没那么横，我当时我就想，他怎么叫铁二呢？怎么叫铁二了呢？我们这是铁二，怎么铁二呢？黑龙江小学，前面光明中学。啊，老板，人家穿这点都没寒冷，你穿棉袄还寒冷。我这个不是棉袄。那也是羽绒服，小羽绒服啊，辽河姐姐。你穿秋裤了吗？没有。你也没穿？没有。我这腿粗，我一穿不敢穿。啊，这儿呢。哦，中学。中学，咱们就到教务处吧，你说呢？咱得先进去。对对，一会儿你别说话了啊。我不说了，哎呀，我强。月哥，你一会儿你说。一会儿我来跟人交流，好不好？我闭上了啊。对，你别说话啊。看着呗，这怎么那么多姑娘啊？这不看你呢吗？看我呢？那可真是的，你看看。哎呦我天哪！哎呦，你这就老师您好，我们想问问您，这个学校是不是想当初的50年前的黑龙江小学？不是，啊，不是吗？不是。他不说吧？叔啊，您帮我们问一嘴学校呗，我们这是受人之托过来寻找50年前一个老师做好事的。对，没有。这个学校是不是50年前的黑龙江小学？不是。黑龙江小学现在变成白龙江小学了。那边白龙江小学，我刚从那边过来的。我们去了，孩子。白龙江小学说在这儿。这个阿姨呢是50年前在这儿上的小学，她想寻找50年前自己的老师。这个压根就是中学，没有小学。这是中学。冷啊！那他提的供的线索，那个老师傅，还是有误哈。这个师傅是不是故意的？这不是黑龙江小学。上教育局嘛？等车呢。啊，行，是不是？你要是等，你刚洗完头，你赶紧擦擦去。你感冒了？接待你们吗？行，你快擦头。前这就是小，这不是小学，老光明就是小学。他说黑龙江。啊，老怎么着？老扒了，那房子扒了。那个学校就没了吧？那个学校就是在您的记忆里，压根就没有黑龙江小学吗？那早都变成中学了，那50几年是不是小学？你看有这个变成什么中学了？变成光明中学了呗。那不还对吗？这不还是这样吗？那不就扒了吗？扒了，上教育。你说那意思，50年代的黑龙江小学扒了？对。那对，那应该知道。好，你们就是黑龙江小学有扒了。黑龙江小学。啊，就是50年代黑龙江小学。这你不说好了，你不说话。你俩也不让我多说话。一会儿到教育局，你看情况啊，你这个我不说了，啥也不说了，避免这个不必要的纷争哈。那有什么纷争啊？你说这么严肃啊？就是帮我找，但是我呢也是着急，他一说没了，我心里没底了。我心里都没底了。那你还老说。这里肯定有卖吃的。油条，吃吧。哎呀，馋的，哎呦哈，嗨，这家馋的。看月月微微一笑。我吃饭了。这儿呢。黄姑头教育局。来。哎呀。啊，黄姑区教育局。
凿一圈就又找到老规矩啊，老规矩，我去问。哇，暖和了，室友咨询事儿啊，哎，找人，可能要查一下档案吧，查一下当时那个老师啊，去往科室档案室。好，谢谢。都吃早饭了吗？吃过了。有剩的吗？没有，就问问，就问问。哎呀，我这老师啊，哎呦我，嘿，好嘞，还有一层呢？还有两层呢。哎呦我神啊！了不起的挑战，儿子。哎呦我腿都不疼了，你俩给我搀扶的。生活嘞，终于挑战成功。505。505。你得注意。行，成长这么快。敲门吗？老规矩。我不说。说来。你好，你好，老师。你好。我们。来，我们很冒昧的打扰您啊，这位阿姨在寻找自己的老师，是50年前的老师，50年前在皇姑区有一个黑龙江小学，我们想从您这儿得到一些个资料或者是档案，我们想找一个老师叫杨英奇老师，毕竟这个年龄50年比我岁数都大，所以说那个年代的事儿。想通过你这找找，没关系，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丝线索。好好好，嗯，我想你坐会儿吧，你先坐，你先坐，嗯，我喝点水，去吧。老师，您吃早餐了吗？啊，吃早饭了吗？啊，吃了，吃了，还有剩的吗？哎呀，没有，没有，我就问，我们在食堂吃啊。到哪儿你想要到哪儿？老师，那个中午吃什么？中午食堂有饭是吧？这是我们皇姑区的，这是2000年的时候，是叫鱼扁的。皇姑区。这是122，对，这是132。沈阳市132中学。对。学校位于皇姑区东部沈阳北站的北侧，是在原黑龙江小学的基础上于1978年改建的。这是最原始的。1987年现更为县名，这是龙江中学更名为132中学。你看看是这个位置应该对吧？皇姑区东部。一会儿你看后边有那个学校地址是哪个学校？岐山东路11号。那个号我记不大准了，那个年代哈，但是我家就在这附近。我们上学也就20来分钟，那时候都是小毛道。可是这上面没有任何关于老师的信息啊。不，这个就是我们学校，不可能，因为就是区里吧，这个老师特别多，不可能有老师的信息。那因为杨老师的一些档案应该在咱们这儿应该有啊，皇姑区教育局啊。我们不保留学，就是老师那档案呢，都在学校保留。但是现在你这个学校都没了，所以说就是档案在现在不知道哪个学校，你是不是没法查？我感觉建议上。市档案局档案部门查一下，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一是久远，有可能有一些资料市里边有可能有。行，谢，太谢谢帮忙了，谢。百度啊，鹏鹏，百度呗。哎，雪越来越大，快点百度，快点百度，百度看怎么走。你看，还得抻着说。才感觉说了，最后一线希望了。对，坐下，坐。喂，你好，我们是。您不是邢鹏吗？我们是良品挑战节目组的。哎，你好。我们想查一个档案，他想寻找自己的老师，老师叫杨英奇，我不知道这个。你还有没有他的档案？然后我现在是叫什么小什么小学？132。78年吧，改了132。对，78年换成了132中学，以前是黑龙江小学。我们不知道这个档案是从哪儿查起，是。您就是想找这个人现在在哪儿是吗？对。我们这文书档案里可能能找到一些，就这个人一些相关信息，但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有相关信息就行。这个名是他当年的名是吧？这个奇就是王字旁那个奇，杨英奇。这个奇不确定，不确定。行，那都给你查查吧。谢。应该是我记忆中是一个王字旁跟个其他那个奇，都是给乾坤了。
老师。这个杨英旗的我们管理只有一条，还跟教育系统没有关系。这个王字旁这个旗，还有什么可能的旗？王字旁，你家加奇怪的旗还是其他的旗？其他的旗，按这登记表上写的。那再来个奇怪的旗。奇怪的旗哈。这查谁都能查着吗？嗯，沈阳上班的人吧，因为是单位档案，他是教育系统的是吗？查撒贝宁，查不到，查不到，他不是沈阳的。他曾经在哪儿上过班吗？杨延吉都黑龙江小学，黑龙江小学的倒是没有，但是有一个八几年他在其他单位的，我们这儿就有八二年、84年、86年的一个叫中小学教学研究室的工资改革人员名单，里边有叫杨延吉的，写着他是一位老师。多大岁数？那我看不见。能点开吗？这个得调卷了。要是调卷的话，你要是不是直系亲属，我们不能给你调。哎，美女，找到他单位的电话，跟他单位沟通一下呢。那我只能告诉你他在哪儿，你得自己找了。就是慢着啊，咱们一步步确定。就现在，叫杨英奇的，跟教育有关系的，就这么一个人。对，就这么一个人。得嘞，就是把他能给您能给我们的一些资料都给我们。对，我只能说我这有的信息告诉你的，截止到1982年，一直到1988年，一直到1986年，他在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工作，沈阳市。没有，我这只有目录，档案目录，没有档案原件的。现在能看到他是男是女吗？看不到，看不到。什么岁数也看不到。看不到。他地址呢没有吗？也没有。那可这个信息不用啊，这上哪儿找去？这个这是八几年的教师师了。但是说明他曾经在这边工作过。对，只能说明他八几年在这上班。但是这个地方在哪儿你也不知道。不知道，也有可能他现在已经不叫这名了。我们把所有希望都扑在档案局了，然后档案局没有找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渺茫，几乎找到的可能性不太大了。其实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崩溃，因为那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吧，对，看实际上留给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因为正常的那个单位可能就5-6点钟就下班了嘛，当时是有点害怕。他说的黑龙江小学我们看到了白龙江小学，他说的那个学校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无从找起，不太好找了，就觉得很渺茫，有可能找不到了。公安局可以查查户籍方面的答案，就是从他住的地址这个方面查询。走吧，谢谢啊，再见。小鱼哥，怎么办呢？找一个人这么难吗？难，他岁数大了，没有档案了。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想，认识你，谢谢，我们想找一个人，这位阿姨在找自己50年前的一位老师，我们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公安系统帮助我们查一查资料。你现在这位女士，咱们先上楼，然后跟咱们那个举办的那个有人说一下，就是你们现在的情况。你们暂时先别设了，等先跟咱们那个办公室的人就是说明一下情况。只能查询，再进可以吗？那行，来一个一回走一个人。那你们到外面等一下，明天。一个一个来，他们还得帮忙寻找。两条腿走路，先给教育局打个电话问问。他这边也在帮查，也那公安局也在帮查。喂，你好，请问是沈阳市教育局吗？对。我想问一下，咱们家那个具体地址在哪？在北二经街55号。北二经街55号是吧？对。好的，谢谢你啊。没事，好嘞。哎。比我想象的有点难啊。嗯。我以为挺简单。那我去趟教育局，我就是找答案。对，找档案，找他那个原始单位的电话，把他那个单位什么有没有什么档案电话什么要来。你好，你什么事儿？
我们是想找一个人，想通过教育局找一个人。通过教育局找人？对。那你们怎么隆重干啥呀？找啥人呢？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档节目，有一个女的，我。那你好好说，你这在那瞎干干啥？你这整一帮人，你先等等，所以怎么事？我们是正规的，我们正规的拍摄，中央电视台，我们在是这样，我有一个，哎呦，你这个练球，有一个60多岁的人想找一个70多岁的人，他们失散，对他们失散50多年了，那个老太太今年都70多岁了，她原来是一个教师，我们想通过教育局找这个人，哎呀，那你自己来就行，你整这么大事儿干啥？这干啥？行，我跟你说。啊，有个60岁的一个那个老教师啊，想找一个70多的人是吧？对，就这点事儿嘛。对啊，我们没有恶意，他只是拿着一个照相机。那你这干啥呀？这是，你看你紧张，你给我们紧张坏了。你紧张，我们也紧张。我们没紧张，我紧张啥呀？演员嘛，既然相声演员嘛。那我们进。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了不起，我认识，谢谢，来吧，我好，谢谢你们，谢谢，好，你们的人给我吓一跳，好，你好，谁给你吓一跳？就门口保安四五个冲着，干嘛？是这样，这个是我是受一个。阿姨委托，然后去找一个叫杨英奇的一个老人，他叫杨英奇，当时是小学老师，黑龙江小学，我们去了皇姑区的教育局，我们去了档案馆，我们去了那个公安局，好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我后来我们去的档案室给了一个信息，是中小学教育研究室。我得需要查。行。他现在这个中小学叫这个研究室已经合并成沈阳市教育研究院。通过你的信息啊，就是应该你这个人的关系应该在他那儿。好，就是他应该是从小学之后上中学之后当教研员了。嗯，到教育研究院去，用他给帮助一起来看怎么样？太好了，我给他们那个院长打个电话。好，谢谢。那边314，这边311，这边你俩往前走。好嘞。老规矩啊，309这是。老师你好，你好，你看这我，嚯，这么多人，哎呦，我们想找一个叫杨英奇的老师，他82年到86年可能是在这儿工作过，但是我们不敢确定。我们单位有一个离休的老师叫杨英奇，确定吗？就是他。他80多岁了，他是离休的，然后我这儿有他的联系方式，也有他的档案。那太好了，没有比这再棒的事情了，没有比这个再棒的事情，真的，我们从早上7点一直找到现在了。对。杨英奇，你有相片吗，孩子？啊，离休人员。相片、啊。那个老师，我看看。不是，阿姨，是这个奇，您告诉哪个奇都不对啊。啊。山，行。这是老师的电话吗？您的，这个是他家里电话，后面是他儿子的电话。那你再看他一下，就是在那个50、60年代在黑龙江小学干，就是当一段老师没？这个档案在您这儿吗？在我这儿保管。咱在这儿查一下他档案，就看他在黑龙江小学当过没，就是50、60年代。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谢谢帮忙。哎呀，好的，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照个相吗？我现在太。我有个相片。他给你照个相，我跟你照相。我现在呢是有了他和他儿子的电话号码，那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号呢？现在家属管人。你放心。哇，哇，对上了，是他，没有相片啊。他这个档案素材比较早，当时可能没有留照片。黑龙江小学吗？看，看认那个小学，小学教导主任吗？是他，是他，就是是他。完了，还有什么可以帮助？哎呀，找到了。你们吃完饭了吗？先打电话，先办正事儿。
那你说吧，有点紧张我。座机吗？是座机吗？哎，你好。哎，你好，你好。你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我们想跟您打听。什么？中央电视台。挂了。没挂，没挂，没挂。喂。喂，我听他挂了。没挂呀。挂了。你整不整这口气？要不拿我座机给他。对。坐吧。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们想跟您打听一个人，叫杨英奇老师，您认识吗？当然我认识了。当然认识了，终于找对人了。那个我们是电视台的，想跟您打听一下这个老师现在在哪里。在家。在家。您告诉我您的地址好吗？这么的吧，你先上我单位吧，好吗？先去您单位，您去哪儿都行。你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的挑战。我这么大难度的那个，找老师。阿姨是？阿姨什么不说？阿姨就是有点激动了，早都，语言都没了。激动的心啊，嗯，是这种。一阵阵平息。先制作呀。哎哥，哎，阿哥看你了，这，哎呀呀，来来来，哥你来，也像你母亲，你好，哎你好，太像你母亲了，特别爱听你相声，谢谢，你好，就是他，我是你母亲的学生，50年代吧，我上小学的时候，你母亲教过我，我找你老找你母亲找的好辛苦。走吧，我找你母亲找了50多年，走，回家，回家。就记得太激动了，一楼是吧？真的太激动了。阔别50载啊！好，没问题。找二哥干。一青春，当你老了，头发白了。我先走啊。老师，你这咱给他买走吧。不。我大叔，我说，姨啊，控制一下心情啊，心情啊，心情啊，心情。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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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好，哎，你别起来了，就坐那儿吧，进去吧。哎呀，进去。谢谢，杨老师。我知道，我知道，你认识我吗？想不起来了吧？咋想不起来？这个小美样。哎呀，你还没把我忘了，老师。找你50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你。我现在下班没听见呢，我一直在找你，老师，你对我太好了，当年。我要不是你那个小面包，我就饿死了。老师，杨永奇老师，我一直在找你。老师，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我还工啥过呀？我退休10多年了，我都60多了。那你家在哪呢？在北京呢。哎呀，老师，你先别找，我下去。不行，你要下去，我就不。我下去，老师，我能下去。杨老师，你要我找的好辛苦啊！妈妈，妈，我的是我妈妈，我的好学生，我母亲也没了。你小时候还长得可甜可甜，可招人喜欢。要不然你能喜欢我？我可喜欢你了。要不然你能？我告诉你。你先出去。你说你在沈阳让我找的这么苦啊，杨老师。行啊，你终于找到我，就是最大的幸福。
百公里油耗5.7，八寸大屏畅享四季。欢迎收看由全方位高品质轿车荣威360独家冠名播出的《了不起的挑战》。了不起的挑战服装由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独家赞助。更多精彩节目花絮，敬请关注由雕牌除菌洗衣液独家冠名播出的《了不起的集结》。欢迎登录优酷、土豆、乐视视频 APP、搜狐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观看本节目。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参与《了不起的挑战》话题讨论，赢取丰厚大奖。50年啊，半个世纪过去了，而且他找到了自己的老师，老师快90岁了。最让我感动的是点点滴滴老师都记得，还甚至能叫出他的小名。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常讲，老师是园丁，是蜡烛，但是因为时代背景不一样，我们感受到的和阿姨感受到的肯定不一样。当老师描述他有多可爱的时候，我们再扭头看见李阿姨还是有沧桑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特别感动，特别感动。仿佛又能可以看到那个年代，就是在那种滤镜下面的画面，感觉很美。哎，杨老师，你真的太……哎呀，都没法说。看着你这么身体这么硕硕，真的，我的女儿就是让我圆这个梦。完了，我这些年的愿望就是总是在找你，就是找你这种辛苦。为什么我能那么是，又是激动，不是辛苦，又是狠，是深厚的师生感情，是深。因为咱们娘俩的师生感情和别人还不一样。你们都辛苦了，快点，我那我给你，给我张亮，给我和老师照两张。这让我们师生见面。那我那个 iPad， 你给老师照，谢谢你们。我们不管多辛苦，我们觉得都是值得的，为的就是这一刻，这一刻这个满足现在的感觉，幸福。好了，这是赔金，完了大嫂想的，没事给那啥杨老师带上，这是大赔金。哎呀，小王宝贝，慢点慢点，你就是妈妈了，你就是妈妈了，这就是这个，完了我绣的，就是百寿图，全都是那个。瘦着，平凡生活挑战了不起，我们做到了。平凡生活挑战了不起，耶！百公里油耗5.7，八寸大屏畅享四季。欢迎收看由全方位高品质轿车荣威360独家冠名播出的《了不起的挑战》。打开手机百度客户端，输入《了不起的挑战》，选出你最喜欢的明星。从今天起，我正式成为了不起的挑战的一员。在接下来的挑战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永不放弃，保证完成挑战。我还记得第一天我们一起登上那个敞篷巴士的时候，看着那几张我平时觉得非常熟悉，但那一刹那间又是那么陌生的面孔。这才第一集吗？第一集有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吗？了解挑战是把最真实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有一种很新鲜，然后有一种没有顾虑的感觉。不要不要玩，很危险，等一下不要推他。我觉得了不起的挑战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次特别奇妙和意外的旅程，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上这趟车。我五，日本人没有一个好人。上上上，小月，上。从那以后，大家彼此真诚相对，患难与共。在这当中经历了太多，有伤痛，有一些意外的事情。但所有这一切困难，都没能阻止我们挑战的脚步。有没有信心？有。不管在面对那些你很困难、你很害怕的东西，你做不到的事情，永远都知道旁边有一群兄弟陪着你，然后跟你一起去拼，一起去做，一起累，也许一起吐，但是到最后会一起笑。我们体验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然后去体验了不同的人生，然后在各地录影的时候，做各种职业的打工挑战的时候，然后也都得到满满的关注跟爱。和我感谢帮助我们完成每一期任务的普通人。加油加油加油，我们成功了，不的。然后谢谢你们，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挑战。
自己的挑战。从赶紧刷，快快快快快！从上面开始。没有抱怨，充满着光明。肩上扛着权杖，嘴上叼着自己，手里牵着未来。我觉得这个才是平凡生活，真去体会，你会发现那个很了不起。现在这一季就要结束了，在我心里面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恋恋不舍，但是也有很多的遗憾。原本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表现得更优秀，原本我们可以把这个节目所传递给大家的那种挑战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气势，挑战的那种坚韧不拔的努力和信心传递得更好。我希望我们六个兄弟还能在一起，我们六个兄弟还能一起去挑战各种各样的人生，去挑战各种各样的任务。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完成了不起的挑战呀，了不起的挑战，平凡生活，挑战永远的了不起。感谢风起网迅雷看看 PPTV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